么么么，圆馒头的形状就行了。生胚全部揉好之后，在面垫上稍微撒一点玉米淀粉，把揉好的馒头生胚放在上面给它转一转，沾上一层玉米淀粉，这样蒸好的馒头表皮非常的光滑，醒花的时候也不容易粘在一块儿。盖上盖子醒上20分钟，看一下生胚的体积明显变大了，胖乎乎的就是醒好了。开大火烧开蒸上15分钟，关火以后焖上3分钟开盖，看一下蒸好的馒头非常的松软，不塌皮儿，不回缩，里面的气孔也很均匀，吃着口感细腻有嚼劲儿，后味有点甜甜的，喜欢的试做一下吧。